谢谢各位教练呢、带着小朋友呢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的沙滩躲避球，当然有很多需要待改进的地方。欢迎各位教练呢，在我们第一次后面有一张改进意见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改进意见。我讲了，我已经讲了。让我海线，你还玩？你有你五年的、甚至对将来规则能够更。魏博汉，那个七幺就是你们班的李建伟啊。你们上的一个意见。来，不要那么近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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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敏八号啊，任敏安。你玩到输掉哦。那边有赢吗？有。有。应该有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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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倒是希望这一队输了。真的。你太骄傲了。我错了。这是红队啊。亮，哎，蓝队。你看。我是蛮希望他们输了，让他们能够知道说什么叫输，然后会比较那个。谢谢各位教练哈。那如果你要把队伍带开之前呢，请你一定呢要清查一下小朋友给你转了，是不是？帮我做最后的。好，这是到那个垃圾袋。他很有力耶，我超猛的，超猛！你还笑你？站到等位。垒球台北县第二，怪地方。站到等位。